28日，台湾偶像剧《友爱一家人》主演佑胜、黄姿瑜现身首映会，为电视宣传造势。首次搭档的两人演起欢喜冤家来，可是默契非常。第一集，黄姿瑜就要和佑胜演贴身亲密戏，让他害羞不已。不过，理应享受的佑胜也是备受煎熬。佑胜和李运庆两个大男生，戏里戏外兄弟情浓厚。不过在这个激情四射的年代，男男友谊往往成为腐女们歪歪的对象，这两人自然也不例外，被剧组同事狠狠揶揄挨恶搞的两人也干脆将激情进行到底。就是我的生活起居，然后于内于外他都照顾着我，所以我跟他就是比较超友谊。就我们私底下在设定的时候都在讲说，其实你洗澡的时候可能都是我帮你刷背，这有点夸张。对，但这个设定我把它 cancel 掉了，所以没事，没这回事。好吧，我蛮可惜的。是的，这让旁边的女主角情何以堪呢？